哎，亚丽，在干嘛？啊，我给孩子送着蛋糕。送什么蛋糕？不吃？吃吧，你不吃，不吃给孩子吃吗？出去，不准进来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来干嘛？吃点饭。不吃。我们吃过饭了。干嘛？不要。不吃别人剩下的。怎么了？干啥呀？这是什么干啥呀？哎，妈呀！哎，哥哥。嗯，来，给你拿蛋糕吃吧。哥哥，哥哥，哥哥。不吃，小孩不能吃蛋糕。我这样吃。吃多了变笨了，不聪明，不准吃。吃。不准吃。走开，吃。好，吃点吧。你吃饭了吗？我陪你一块做饭。吃什么饭？做什么饭？没有饭，今天晚上不做饭。这怎么可能？孩子刚放学，都吃完饭了。啊，对啊，我跟莫莹做了蛋炒饭，他吃饱了。我还没吃饭呢，一块吃点。吃饱。你没吃饭 你就饿着行了。你晚饭吃没吃？嗯，没吃。啊，还没吃，去。我给他做好了蛋炒饭。我去做，我不用你做，你边去。没事。怎么还有菜？这么多菜啊！啊，快吃吧。这么隆重吗？整天惹我生气，还得做饭伺候着你。妈，你吃蛋糕吧，不吃就坏了。你吃块吧。嗯。啊？那怎么吃？拿嘴吃呗，你拿怎么吃？吃吧，不吃就坏了。嗯。是不是？吃吧。别生气了哈，压力。一个肉都没有，这个里边也没有肉。没有。你不能就整个肉啊，这肉的菜。吃什么肉啊？你长得跟个肉球似的，还吃肉？嗯，不是这么说的，跟我。他本来就是嘛。不是。咋了？没有肉不爱吃啊？最好是有点肉最好。不爱吃拉倒，走吧。嗯，哎，行，挺好吃的。没肉就没肉吧。刷完了碗，还有什么活？刷完了。嗯。没活了。昨天还挺牛逼的哈，在别人面前。咋日子能过就过，不能过还得揍我，揍我吧，那打我吧。哎呀，我那怎么舍得打你啊？我就是……那你怎么能说得出口啊？就是装一下呗，在别人面前嘛。装得舒服。要不多没面子。有意思啊，好玩。玩的真打你啊！这是一说嘛，嗯，我看你是酒后吐真言，是不是？酒壮怂人胆，不是酒后吐真言。坐来，我跟你聊聊来。有什么好聊的？什么？有什么好聊的？聊啥？怎么聊啥呀？昨天喝了多少个小时啊？喝了一圈儿，挺好喝的酒，是不是？说不完的话，聊不完的天儿，聊什么呢？聊得开心啊，喝得也挺好。阿莲姐也跟着呀，能咋地？不能咋地，你爱咋地咋地，跟我也没关系，是不是？嗯，看你昨天说那话，什么尊重不尊重，什么叫尊重，什么叫不尊重？那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尊重，什么叫不尊重，是不是？那就是得跟你说什么，然后我说我去找曹磊，给曹磊过生日。你爱说不说，这是你的自由。只是你这个事儿，你这个行为，在我心里的话，直降20分。你现在是0分，我告诉你。你爱说不说，本来想跟你处对象呢，现在一点想法也没有。我看啊，你离渣男也不远了，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。完了以后我还没吃啥 啊你也没吃，看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，看着大海里的。哎，我在外边的哈，你得给我说话的时候你得注意点，在家里边你说咱俩怎么样都无所谓，是不是？外边那些朋友什么的，你说我能不要面子吗？你吼哈喊。不是我批评你啊，反正就是以后改就行了。谁改？说清楚了，谁改？咱俩都改呗。改什么？
就是你在外先边，说说你改的。我感觉就是说，以后喝酒不喝那么长时间了，再喝酒跟你说一声，你改了就是说在外边你给我留面子，说哎呀好吃好喝好哈，那个回来我给你洗脚哈什么的，怎么样？妈，太可笑了吧！面子不是别人给的，跟你说了，是自己争取的，是别人给你的吗？你做这不要脸的事儿，让别人给你面子啊？那谁做不要脸的事了？我就给他吃个饭，给朋友吃个饭，你这有啥呀？对不对？是普通朋友吗？那你可普以通换朋友，位思考一下。我明天就跟我追求者，然后出去吃饭，出去约会，你什么心情？谁接孩子呀？你管这么多干嘛？哎，肯定不愿意呀，肯定心里边不舒服呀。以后我什么事都跟你说呗，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什么都事我都跟你说。别来烦我，不用跟我说，不想知道。哎，别生气了哈，等以后要是再出去给他们吃饭啥的，我跟你说，你让我去我就去，你不让我去我不去了呗，是不我是？不用，吃个草莓。你脑子有病，我不吃，滚，给，一边去，给，吃一个。起开，别生气了。抱一抱，一边去。真沉。你再给我说一遍，哎，行行行行行，滚你！哎呀哇，这打真使劲真狠，疼！哎呀，那我走了，走吧，拜拜。拜拜。啊，以后别光长肉不长脑子，好自为之吧，哈。我到明天领着你们去玩。再说吧，不一定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拜拜拜。拜拜。